回家。怎么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还真敢捅我？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？林峰，你捅我是要坐牢。林峰，你这不合适。我再说一遍，你要再不签就真没机会了。你也太狠了，林峰。跟你比还差得远呢。你以为我再不知道不去，我就是让你们一无所有。犯了错总得接受惩罚。现在你现在到底是干嘛的呀？我干嘛你管得着？你只需要记住，你躲不过。咱们也签了，目的也达到了，你走吧。你以为我的目的仅此而已？我岳父岳母的账该怎么算？我股权这么多钱，我都给你了。你说我们是真的不用住院吗？我林家的股权都给你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把人打了一顿，一点股权就这么算了？我股权这么多钱，我都给你了。我钱跟打人比起来还算事儿吗？林峰，这不算事儿。哎呀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把他给我打到见血，我要为我岳父岳母跑。是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林峰，林峰，你这样是不对的。林峰，林峰，小小，你说我们是真的不用住院吗？住什么院啊，妈？医生都说了，没伤到要害，让你们休息休息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你们好好休息，明天我已经教训过了。那他们要是再来报复我们怎么办呢？你不知道他们凶的那个样子，我肯定还会再来的。我怎么教训他？你把他没怎么着吧？你们放心，他不敢的。你不知道他们凶的那个样子，他们肯定还会再来的。妈，林峰都想到了，给你们请了几十个保镖，你们走到哪儿跟到哪儿，以后没人会伤害你们的。真的？真的，没事的。爸妈，这事因我而起，对不起，我连累你们了。这事不怪你，我们也没什么大碍，只是这个林天真是太坏了，就应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哎，你怎么教训他的？你把他没怎么着吧？没事，我就是轻轻地揍了他一顿。只要其他的大臣不签字，那他现在拿的就是一张废卡。废卡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爸，这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得替我报仇。废物，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废物？股权都没了，人又差点被打死。你说你窝囊啊！
连一个穷途末路的林峰都把你折腾成这个样子。我也没想到你直接跑到我家里边，还带了个杀手，还扬言说要杀我。你说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我能怎么办呀？你就是无能，真是气死我了。现在的情况是我受伤事小，关键是那个股权也被他拿走了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股权的事儿关系重大，只有你一个人签字，必须全体股东签字才能生效，这个你倒不用太在意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只要其他的大股东不签字，那他现在拿的就是一张废纸啊。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你被打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爸，你说的对，你得帮我报仇啊，找个人啊非得打死他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看到你就想抽你两巴掌，真是窝囊到家了。杨爸，你别说这个，你可现在快点想想爸爸该怎么办呀。养好你的病就行了。爸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要上厕所，你过来扶我一下呀，道士。哎呀，你多找几个兄弟去林峰他们家，把他给我好好的揍一下。林峰啊，喂，我来看看这恢复的怎么样。疼，看来恢复的不怎么样，要不我再帮帮你。你还有完没完了？我这哎，打电话给谁打呀？哎呀，林峰，我求求你，你别折腾我了。别站着说了，怪累的，坐沙发上吧。怎么，腿脚不方便？来，我帮你。哎呦，林峰，你是不是人啊？你现在放肆！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他股权已经转让出去，怎么可能？